没有像这样的投球数啊，模范外籍劳工了，不用太辛苦。哎，月弟厉害了，哦，月弟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我这个这一次的一个机会要好好把握了啦。一好一坏，两出局一再垒。这一球打得结实了，没有人了吧？差很多，你看看。对啊，因为一出跟二出看得出来，总教练的一个表情啊。一二六人，两好一坏。有这个球，中线的一个安打，好在这时候要绕过三垒回来拼中外手，这个球传回来，耶！哇，陈俊秀这时候又适时的安打一支，让中信兄弟再添一分。那不一定要全垒打哈，这支安打就相当有价值啊。确实是这样，那东华也跑得相当快哦，回来攻下了第二分。再来看一下这个球，哇，终于等到他的变化球了。那滚地球啊，再加上岳东华的一个速度，都可以顺利得分哦。比较关键的是曾崇恩哦，并没有这个照镜做一些掩护，要不然对方就。大家好，我是短金，请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及锁定我们的 Podcast《兄弟马雷哟》，兄弟你来说。